各位空中网络的朋友，各位台湾乡亲啊，真欢喜！我若伫个网络伫空中个当甲大家开讲呢，我就感觉足快乐。啊，今仔日我想要用一个来美国已经40多年哦，我1972个9月7日来到美国洛杉矶，我用一个台湾的 American 哦，啊，我要小可来讲我来美国了后啦吼，前后我就较。不便讲，总统还是副总统吼、我来选当尼克逊做总统吼、了后吼尼克逊叫用 impeach 了后换 fall 了起来吼、fall 了起来换 Jimmy Carter， Jimmy Carter 换 Ronald Reagan 一路起来，即系总统也好，副总统也好吼，其中较钦佩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讲，咱台美人也是讲，特别是伫台湾的政界人物吼，那因若来到美国洛杉矶，我若有拄到的，我拢会甲提醒讲，你若有机会，上好去 Simi Valley， 有一个 Ronald Reagan Museum and Library， 哦，就是讲雷根纪念图书馆，哦，啊，因为这个人是美国近代的总统，我上敢钦佩，因为大家甲定论讲，伊是啥呢 ？The Great Communicator。他是伟大的沟通者 ，Ronald Reagan， 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做过加州州长做两任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咧这两任之以前还袂从政过，十几个才从政咯、哦。从政以前，伊是拍电影作帅哦，拍几啊十部电影，西部也好，啊，了后则中年转去做加州州长，做甲足成功，吼、哦，我足有福气，伫咧1972至1975，唔知多少年我未记咧。我迄阵所读嘅一个学校吼，即卖叫做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， 但迄阵啊叫做 Azusa Pacific College， 吼、哦，我咪去遐读册。我会记应该是73或是74，伊有去参加阮嘅毕业典礼，吼、哦，迄阵啊州长来就足不得了咧。啊，我会记迄年我拄拄啊读完。硕士啊，因为我伫台湾是读艺专啊，国立艺专，所以来美国还报这个哦 ，undergraduate， 我拄啊读学士哦啊，伊来当然唔是伊颁这个毕业证书给我，但是伊有去做迄、那个哦，迄个 keynote speaker， 和我足近足近会当去看到讲，哦，原来这个做电影明星，佮做州长的是遐尼缘投，哦，到尾佮做总统，我也感觉讲，哦，真光荣啦吼。不，唔是讲因为安尼，我才钦佩这个人。因为伊八年任内吼，伊所表现的，甲讲到尾啊，我做民视驻美特派员，也是讲做洛杉矶特派员的时阵吼，我有甲民视请示，讲我想要做一个 Ronald Reagan 的专辑，所以我就安尼请一个摄影记者吼，8点钟哦，迄阵要请一个摄影记者8点钟，真侪钱呢，啊，请去 Simi Valley Ronald Reagan。Museum and Library， 我看啊看啊，去去看看，甲因的解说人员开讲吼，啊，我正啊，我就读足一个 Ronald Reagan 的传记，吼，我去做一个，真正哩袂歹的一个 Ronald Reagan 的特别报道。我讲某伊真正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。你会记迄个时阵，全世界，可能两大阵营，迄阵啊，中国根本都要个吼，这个。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创伤，也个连报的国内都也迄个邓小平要报的也报拍棒，也个报无20%哦。所以主要就是讲，苏联共产党代表因那边的阵营，甲咱这边民主主义的阵营就是美国哦。这两大阵营也个常常在大家中间。Ronald Reagan 哦，伊一改古早的这款讲。强者甲强者，大家看到你若要建军，我就建军；你要空军，我就空军；你陆军，大家都在拼的中间。伊改变个做法，伊敢若演完伊个身份吼，伊接替迄阵啊，苏联个领袖叫做戈巴乔夫吼，戈巴基夫啦吼。伊接替伊来美国几啊摆，伊带伊去纽约吼，Radio Station 迄间较出名迄间吼，去看人个歌剧。来到美国啊，洛杉矶哦，在安尼可以见识到讲，阮西方的这个文化，西方的这哦
即演艺界西方的即所有的一切，伊看看啊，伊也对真好，带去伊的牧场哦，骑马啊，安尼改人工变作好朋友。所以无形中，即、這个 Gorbachev 伊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共产党一头，但是渐渐嘛讲，哎、欸，这嘛无歹啊，哎、欸，第二摆来，第三摆来，伊都开始用英语唱。唱咱的流行歌也好，唱咱的民谣也好，哦，所以伊伫这中间，伊该建立一个互相 trust、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会记得迄阵啊有，大家咧开玩笑啦，吼，讲伊全解决苏东坡的问题啦。苏东坡讲奇怪，苏东坡都几千年的诗人，那苏东坡就是苏联、东欧跟波兰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这个 Gorbachev 吼。唔知安怎叫 Ronald Reagan 安尼，甲影响吼，还是洗脑啊？哦，伊全真正甲伊迄阵啊，十六个国家当作一个苏俄联邦哦，吼 USSR 吼，伊全甲瓦解掉啊，剩一个应该是Russia 安尼那尼啊，哦，所以这苏联都解体了后呢，东西柏林吼。嘛是伫迄个影响下面，柏林围墙是阻挡东德跟西德百姓，敢那即卖南北韩安，迄阻挡因的来往，啊，甲讲其他的遮，伊全将遮即个柏林围墙嘛是搞不拆除，同意讲要拆除。佮煞落呢，连波兰即个本来是苏联的附庸国家。较大尾的一个国家，啊嘛解体啊！迄阵啊，啊个有一个因的迄个，除了讲美国这个北大西洋公约，哦，迄个 NATO 以外，因迄边啊个就华沙公约，哦，都是这样拢解体了，哦，所以苏联啊瓦解，哦，东西德啊就哦啊个即个讲，哦，即个波兰嘛拢变做，即马波兰等到较瓦解，即个澳洲。哦 ，Euro 这边啊，哦，所以这是用于啥？伊的一个一直去跟人沟通的一个角色啊。所以在这个 Ronald Reagan 吼、哦、的图书馆内底吼，有两项物件，各位恁啊有时间吼、哦，你去，当然你票给我，我来给你做，你给你做咯、哦。就是讲，绝对你终身受益，不是做总统人样的，连我都学习足济啊。伊有两个物件，你看了你就知影。头一项，伫个伊的后院。Museum 加 Library 后院有一块足大地的柏林围墙，那是加巴恰夫为迄个东西的迄个围墙捡一块上大地吼，用船啊载来甲美国送予 Ronald Reagan 做礼物的哦，要予伊知影讲咱两个中间有做一个解决，几啊十年其他的总统也好，国王也好，无通解决的一个。上大对立的物件，哦，就是这个柏林围墙拆掉，东西德合并，哦，即马虽然迄阵啊西德的人较吃亏，东德安尼的人较占便宜，但是即马拢无代志啊，哦，所以迄个围墙放伫 Ronald Reagan 的即个图书馆，哦，的后院，你看到你就感觉讲，哎，伟大，哦，伊敢若用一个搬椅啊，吼，靠我的，哦。啊，做州长、做总统，伊有法度化解迄、那个迄阵啊，随时拢有两大上界侪一只飞弹，即个迄阵啊，中国拢无遮物件，随时会当毁灭整个世界。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引爆的，伊有法度甲即阵哦，会当因为 Ronald Reagan 甲 Gorbachev 哦，到尾因两个毋知倒一个有去摕到诺贝尔和平奖，我毋知啦。反正我感觉讲因。比这个和平奖更加有功劳。搁刷落去呢，伫个馆内哦，唔是外口哦，有一个货真价实诶，苏联的核子弹头哦，核子迄要射出来迄个物件诶，规粒哦，哦，嘛伫个伊诶 library 内底哦，本来下讲。Original 是 M up 洛杉矶也好，还是讲美国某一个重要的城市哦。我咧想 most likely 是咱洛杉矶哦。伊家己上来给 Ronald Reagan 做纪念，
当然，迄阵我已经无做总统啊，还未死，但无做总统。哦，即款呢，这两个，你就会感觉讲，哎呦，迄粒古蛋啊，无 Ronald Reagan 去做讲，伊是上届。伊即内底吼，我只有一篇文章，我买啊，我写伫个我台湾的自由时报，我后出版一本册吼，叫做《团圆》啊吼。我出版一本册叫做《团圆》，因为我等于台湾三年吼，啊想老母想某囝想甲我转去做一本册吼。啊，这本册内底都写即个讲，雷根总统伟大的沟通者吼，我都哦甲歌功颂德一般的对了，啊，事实是真值得。那伊内底讲安怎呢？伊讲，即个总统吼，伊归功于雷根是 Ronald Reagan style 吼。伊讲即个总统幽默风趣，惯于以讲故事、用广告的方式甲能力吼，来讲出伊的重点，来迎面而来，将即个批评转向，将大家对伊批评也好、攻击也好，马上转向。并且赢得怀疑者的信服。哦，这英文伊讲吼 ，The president used his storytelling， 哦，就广告哦，嗯，加机构用广告能解决世界大事啊。哦 ，storytelling ability to make a point， deflect criticism， 哦，将这本来咧跟你指责的，咧跟你就 criticize 就是这个指责哦，甲转向哦 ，and win over。Doctor， 赢过迄个对你的怀疑，哦，所以 Ronald Reagan 干那这项就好，其他吼，伊说服这个波兰，唔呐讲脱离这个华沙公约组织，伊到尾啊，佮即马都挖出油罗就变过来，哦，伊一讲罗吼，是我感觉讲所有的总统，我来美国了后，所有的吼，我上该钦佩。当然 ，Jimmy Carter 也是好人，但是伊可能 too soft。也是讲，伊较袂晓像 Ronald Reagan 讲，我边啊要解决一个代志，我用迄个敢若广告方式，所以我即马逐摆若上电视啊、上网络，我拢是用广告的方式。哦，即学要学 Ronald Reagan 才学无成啦吼，迄无所谓啦吼。但是就我要结束以前哦，我要阁讲一个副总统吼，但是伊嘛是迄个George Bush Jr. 吼，伊要选总统的时阵吼，是伊的对手啊吼。伊是克林顿时代的这个布什哈，的副总统啊，然后伊要代表民主党来跟这个布什 Junior 哈，因为布什一四年都，但无话过一阵过身啊，这个囝吼，伊要选，要伊选赢哦，啊是用真少数输票吼，输给伊吼。啊，本来伊阵啊，无讲五个 recount， 就搁重新算票啥，但是到尾啊，人伊输就是吼，敢讲咱就选举都输，咱就爱输啊，甘愿。我要提这个人讲，伊的民主风度的素养吼，因为咱美国最近这几十年上大一个代志，就是9/11吼 ，September 11这个代志吼，全国拢受到足大的创伤。你阵啊，拄多发生的时阵。拄啊退任的总统，吼，即个 Clinton 马上为伫外国诶旅行，变当来讲，我要甲 Bush 总统做伙来，大家来面对。上个感动人就是人去访问即个选总统输予即个 Bush 的即个阿哥，吼，高尔副总统，人他想要去甲调整，讲看伊会讲一寡较尖酸刻薄的话，讲针对即个。September 11这代志发生了后吼，你有啥物看法？你对 Bush， 因为迄阵 Bush 吼，为着国家的安全吼，伊全失踪十几点钟哦。哦，伊失踪唔是讲伊到位咧，是失踪了，伊在 control 咧哦。但是大家拢唔知伊在创啥。我记迄阵早上见就是纽约市长走去现场嘛，哦，落去解决代志啊。但是呢，这个。阿哥，人家访问的时候，人期待讲伊会全吐袂甲安尼袂臭头，咩啦？那讲连战，还是讲宋朝就算出阿扁吼，就讲吼，这个阿扁啊，你看饭桶都无迄个卡槽咧做啥安尼吼，绝对一定袂吼。但是人阿哥伊敢若讲一句，伊讲布希总统是我的三军统帅，起码伊是我的总统啊，他是我的三军统帅。伫这个 critical moment， 这个上界上重危机的时阵。
我全力支持他。伊紧张，伊拢没有搞呢，是人临时甲问的。伊讲 ，President Bush is my commander in chief。你怎样比讲呢？讲的是 commander in chief， 就是讲绝对服从的。哦，普通你若去军队，若讲是 commander in chief， 哦，迄有枪支咧帮，有炸弹咧帮，叫你讲去，你都爱去的。伊是讲 ，President Bush is my commander in chief。我全力拢相信你，支持。全国这时阵，无个咧分工是民主党、共和党，所以我用这个，我上尊敬的这个 Ronald Reagan， 不是干那讲做总统爱去跟人 communicate， 哦，伊是 great communicator。你甲我小百姓，咱伫家庭，你乃当做一个最好的沟通者，你家庭的完满，你伫咧公司，你乃当甲人做好的沟通。无论是伫顶市，还是伫中层，还是你都会当做一个成功的，甚至是做一个和平、互人和睦。哦，我是基督徒，哦，我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，伊讲一句话讲，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。哦 ，peacemaker， 你就是有福气，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爱咱做的，咱达位拢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人。哦，咱相处的所在，咱的环境，所以你若无论你做我外官，你做我外家，你做一个妈妈，哦，你袂使对查某囝较好，对媳妇较歹，哦，啊，你做袂使重男轻女，啊，你主要是你也会晓跟人沟通，你要讲出你的地顺，卖乌乌种，跟人讲一直，你都爱听，你爱听手一直比，你就讲啊，先耐心听人讲，哦 ，Ronald Reagan 伊嘛是拢哦，真耐心陪这个。甲把车夫去伊个牧场去骑马啦，哦，去迄落哦，纽约去看人个迄个歌剧也好，来遮吼，即、哦、美国好莱坞吼，啊，然后哦，即、這个甲把车夫心情大爽的时阵，伊就该讲到这代志的时阵，居然能够苏东坡、苏联、东欧、波兰，规个拢瓦解掉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哦，过。柏林围墙能够放在我们的雷根图书馆后面，哦，苏联货真价实的飞弹也当个拆开坑底下，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无论是美国的政界也好，台湾的政界，哦，啊，蔡英文总统，我唔知道你来过啊无？我知影讲，卢秀莲甲谢长廷因这人，敢那讲拢来，当然唔是我的影响啦吼，唔知向佮佮讲啊，是我捌甲，至少我捌甲谢长廷讲过，哎，但是到尾啊，唔是我带去，唔是向带去。哦，就是讲，你加减参考，啊，无你若无袂当去，无你提个大来看看，啊，是讲提个短期来看看，应该是会予咱台湾的政局，啊，是讲咱伫你个家庭，伫你相处个所在，兼在你伫个教会内底，你嘛咧甲人恶斗，哦哦，要选就选丢咯，哦，即个主要所祈祷拢无欢喜，伊讲来讲，予咱福报个人有福气，啊，今仔日简单甲大家分享，多谢，后摆再搁伫。在网络空中来开讲。